智能家居而家喺香港越嚟越普遍，除咗可以提升我哋嘅生活質素之外，仲可以保障到家居安全添。斯奈德電器最近推出咗一套名為 WiSA 嘅智能家居系統，透過手機程式 WiSA by SE 控制屋企嘅智能家居裝置，仲可以偵測到屋企有異常情況嘅現象添，真係名副其實嘅一套智能管家。WiSA 系統佢有智能感應器、智能開關、紅外線轉發器等等嘅裝置，再連接無線 Siri 3.0 技術，當啟動感應器嘅時候，系統就會可以根據你預設嘅場景模式去調校屋企嘅家居設備。用家可以度身訂造唔同嘅場景模式，根據用家唔同嘅需要調校適合嘅燈光、溫度、窗簾、影音開關同埋冷氣設備。例如呢個家庭影院模式，按一下咧，燈光就會變暗，窗簾同時亦都會關埋，全屋即刻變成一個迷你電影院，簡單易用。喺香港，智能家居系統咧，而家越嚟越受我哋室內設計師同埋地產發展商嘅歡迎嘅。咁除咗佢可以咧提升到我哋嘅生活質素之外咧，佢嘅產品外觀咧仲可以配合到我哋嘅設計美學添。例如 WiSA 系統採用嘅智能移動場景開關，以及360度嘅紅外線轉換器設計，上年就獲得一向有設計界奧斯卡之稱嘅 Red Dot Design Award。開關掣秉承斯奈德電器 Avatar-On 換上開關掣簡約設計美學，外形纖薄，線條流暢，具備咗唔同嘅顏色，簡易咁配合到我哋嘅室內設計風格。操作簡易嘅 WiSA 智能家居系統，著重用戶嘅體驗，透過科技帶俾住戶更舒適安全嘅家居生活，完美咁實現咗斯奈德電器嘅品牌承諾 ，Life is on。